3000年前，天地生灵初尝灵力修炼之法，妖与人皆可修炼百年化灵，一人族女子以百年修为超脱于两界之外，后300年间只引一部分人族修炼此法，从而奠定灵族基业。至此，人族、妖族、灵族进入百年之战，史称灵卧之乱。最终神女凭借强大的力量携族人大败人妖两族，从此划定秩序，迫使三族太平千年。姑娘，那些都是非卖品，姑娘别弄坏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姑娘，看你白白净净的，该不会打俺宝贝的主意吧？这是灵风谷，灵族和妖族地界，莫非姑娘是异乡人？看姑娘这伤，并非寻常物所致，邪了，真是邪了，里面还散发出俺族与妖族灵力。姑娘这伤俺也没见过，这儿还算太平，出了灵风谷，姑娘可就要多当心呢。Thank you.
鱼都被姑娘吓跑了。走吧，这别打扰在下，在下有药物在身，虽风和日丽，但在下能感受到灵风谷有怨气。大妹子是小瞧在下了，老子生平最讨厌一族，叶公入口附近有个渔翁，别信他的话。哟，这位姑娘可真是好眼力。这会儿也没采到啥上好药材。